柏悦是位于屯门建新区的型格酒店式住宅，主打细单位，有一半都是一房户，间隔方正实用，楼底超过3.3米，空间感十足。入场费相宜之余，亦都有酒店级会所设施，受到不少年轻租客和上车客的追捧。新鸿基发展的柏悦在2018年入伙，楼高29层的单栋式分层住宅，一共有321伙，间隔分为开放式一房至到三房户，提供标准户、连平台户和顶层特色户，每个单位都有露台和工作平台，实用面积介乎296至863平方尺。配套方面，最吸引莫过于超过4000尺的住客会所，对面就是屯门西滨游泳池和青田游乐场，足球场、手球场应有尽有，咁各位住户就唔使担忧公寓冇节目啦。柏悦唔单止有基座商场，5分钟步程可以到达宝仪商场、迎丰商场和健身商场，提供大量特色餐厅、小食店和民生小店。再远少少的良景市集，更加是屯门的宵夜圣地，提供地道特色小食。而良景商场亦都有各式的食肆、民生商店、超市、银行等等都一应俱全，方便住户日常起居生活。而附近的 Free City、屯门市广场和周边多个商场组成的商圈，亦都提供大量选择。无论连锁食肆和特色小食，店铺种类更加齐全，满足居民不同的需要。而屯门大会堂、公众体育中心和多家戏院，亦都为居民提供一连串的消闲娱乐。屋苑距离轻铁健身站大约2分钟的步程，住客亦都可以搭轻铁轻松来往屯门、元朗各地，亦都可以经轻铁转搭西铁线出市区。附近亦都有巴士和小巴直达葵涌、旺角、湾仔机场等等的地方，交通四通八达，上工上学都非常方便的。校网方面，屋苑属于小学70校网，而中学方面就属于屯门区，包括有顺德联谊总会梁球居中学、宝良局董玉替中学、宝良局8周年李少忠纪念中学等等。另外，区入面的岭南大学同埋各位家长趣之若慕嘅哈罗国际学校，亦都为屯门区嘅学术气氛提升唔少。想知更多屋苑详情，马上联络以下分行。